难道只有小贺直播才会这么搞笑的吗？哦，给你们说，我们同学天天的，他们就把那个上那个小课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我的未来式的那个视频投到那个电视上面，然后干嘛呢？几个男生就把我按在那个椅子上，让我看，啊，大家就全部都这样看着我，好看啊，好看。当时尴尬的要死，然后我以为我的未来式就已经是这个结束了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他们找出了别叫我达芬奇。你说这谁受得了啊？这真受不了啊。那就让我们浅浅的回顾一下这两首歌吧。首先是我的未来式。接下来是别叫我达芬奇。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 OK， 早上起床就要拉开你的朋友圈，如果你缺乏抵抗力，那我就是你的 VC。 破解你心锁密码， So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。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 So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。你是我的小猫咪，My love is staring every night, you see my heart, so I can go to paradise. So are you right? Oh yes, I'm fine. When you leave me again, please don't tell me. 别叫达芬奇，让我唱首 melody. Who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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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Who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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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果然除了帅气还是帅气。